唐嫣和罗晋是因戏生情，从荧幕情侣一步步成为现实中的甜蜜恋人。不管是观众还是圈内人都十分看好这两位高糖 CP，也是着实令人羡慕不已。然而八零后小花纷纷爆出离婚，前段时间就是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的消息，简直就是一个大瓜，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想起很多网友曾说，因赵丽颖愣是把二叔冯绍峰看顺眼了，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宝宝。 但还是没有经受住感情的魔力，还是离婚了。圈内公认的拼命三娘杨幂，因刘恺威、王鸥、叶光巨事件离婚的事情。近年来，婚姻生活备受质疑的安 b 拉· b y 的感情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可以说，这几个好姐妹的感情道路确实相当坎坷。佟丽娅，相信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？她们是这一代人最美好的回忆。近三十年来，她们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有的风风雨雨。 有的风风雨雨，红遍大江南北十几年。说起娱乐圈的那些八零后，Angelababy、杨 Angela 幂、唐嫣、刘诗诗、赵丽颖、佟丽娅等，现在也就只剩下刘诗诗、唐嫣的家庭幸福美满。可就在这时，罗晋又传出绯闻，难道八零后的婚姻都这么经不起考验吗？有网友爆料了一个罗晋疑似出轨的视频，在视频里，他与剧组女工作人员过分亲密的举动，让一众网友大谈出轨绯闻。 唐嫣完全不在意的原因，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事情发酵时，罗晋立马发博公开爆出，河东狮吼般的去表达愤怒，是很刚很飒，也引来不少粉丝点赞力顶。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但仔细回看那些举动，难免落人口实。毕竟之前他和李一桐合拍广告时，摸脸撩头发的动作让人看着暧昧不已。因此，不管是谁，都要做好界限。对于已婚人士来说。 感情里的界限感非常重要，它不仅决定着一份感情牢固不牢固，而且也决定着这份感情可以走多远。近日晚，罗晋发微博否认出轨传闻，他的妻子唐嫣当晚也更新了 ins，网民猜测唐嫣是否另有所指。据悉，当天有网友拍到罗晋的助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帮罗晋整理头发，他的行为看起来很亲密，但罗晋当天晚上立即发文澄清丑闻，直言不讳地说，似乎很讨厌谣言。 面对这场风暴，作为妻子的唐嫣会有什么反应？网友很关心。果然，就在那天晚上，粉丝们看到唐嫣更新了他的 ins，上面写着：“趁着夏日炎炎，吃个冰激凌，凉快凉快，顺便找找童年的味道。”但是你的表情很有趣吗？你还把这个冰激凌叫做肖剑？看过《时间》都知道的，都应该知道，唐嫣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叫时间的女孩，剧中的发型和表情和图中很像。看到这个 ins，网友们纷纷猜测。 唐嫣在此事件后更新 ins 这么快，是不是另有所指？唐嫣罗晋在一起拍了童年照片后，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微博上公布。与此同时，唐嫣和罗晋也在《克拉恋人》互相合作，传播流言蜚语。同年四月，网友一起拍过相亲照片，很多网友表示剧中的 CP 在现实中也是在一起的，对这一对非常看好。《锦绣未央》两人再次合作。 网友直接把这部作品当成了他们的爱情作品。从在一起开始，他们就经常在微博上示爱，罗晋也经常帮女友宣传新作，他们之间的互动很甜蜜。然而，在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，一直有分手的传闻，但罗晋也迅速做出了回应。相恋两年后，两人于2018年10月28日宣布结婚喜讯，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浪漫婚礼。他们的关系一直很稳定，婚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每次罗晋在网上对两人说假话，他都会马上站出来澄清，给唐嫣一种安全感。我相信罗晋一定很爱唐嫣，他的行为也可能是告诉那些网上见风使舵的人，或者停止说三道四。谣言止于智者。其实，所谓和女助理的暧昧根本就是扯淡。由于作品的性质，助手和艺术家往往走得很近，他们讨论作品的细节，帮助艺术家整理衣服和图像是正常的。以前也有类似男明星和他们的助手传播绯闻的例子。 有时候拍摄角度可能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错觉，但网友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随意造谣。也有很多男明星为了不传播流言蜚语，给自己施加不必要的压力，直接找个男助理，就像典型的杰克森 E 一样，他的小助手胖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如果只有一张图片可以判断一个艺人是否出轨，那么整个娱乐圈大概有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当你不知道一个人或者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是对艺人最大的尊重。 也是对自己的责任。罗晋公开爆粗口、造谣出轨太伤人，营销号的造谣之风该停了。原来是有网友爆料，最近有名称缩写为 L J 的明星出轨女助理，和女助理一起共筑爱巢。而 L J 这两个缩写英文字母，就被很多人联想为就是罗晋的名称首字母缩写。原因就是因为罗晋与助理的关系非常要好，在之前就爆出过二人的关系不一般。 因此，绯闻事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罗晋气愤难当，飙脏话，公开爆粗口回应造谣者。就在网上罗晋出轨的消息满天飞，被网友推测和唐嫣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当事人罗晋直接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，干净利落又简单粗暴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。网友们都纷纷回复，霸气非常爷们儿，比写一堆文章有说服力多了。网友的眼睛可是雪亮的，对于这一次的出轨风波。 罗晋更是感到十分委屈。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这次出轨风波之所以传播的这么广，就是因为发布的视频、图片的各种证据都十分齐全，也就是造谣者所说的“有图有真相”。然而，这些所谓的真相图片、视频，其实是在两年之前拍摄的。在两年前就有人用同样的视频、图片造谣生事，罗晋出轨女助理，纯粹是造谣者的无稽之谈。凭事实说话，捕风捉影不可取。 自从罗晋与唐嫣公布了恋情之后，双方的就没有太多出现在公共场合了，连今年唐嫣生下小宝宝都没有向外界公开报喜，而罗晋也一直在剧组拍摄新剧。这次罗晋在社交平台上不顾形象的直接飙脏话，恐怕也是真的生气了。只是单纯的助理给艺人整理衣服发型，就被过度解读为出轨，婚姻出现裂痕，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。不管是谁，恐怕都不会喜欢自己被别人造谣重伤吧。 肆意炒作而不顾事实，实在是恶意了。罗晋和唐嫣的这段婚姻算是被很多人看好，想来也是，两个人从小相识，终于结成正果。没想到没多久，罗晋就被传出出轨。以往明星出轨这类的新闻，基本上都不是空穴来风，明星本人也很少有做出正面回应。唯独罗晋在微博中用三个字回应了出轨，其实也能理解罗晋本身的愤怒，好不容易和唐嫣幸福生活了。 如今和朱莉在片场上的一张错位图就被传成出轨，而且看似稳占上风，根本就看不清楚的一张动图，竟然还让不少人相信了。罗晋被出轨，怕是已经动了别人的奶酪。娱乐圈本就是错综复杂的，当初罗晋和唐嫣的婚礼也算是万众瞩目，收获了不少人的祝福。明星本人生活美满，但是见不得娱乐圈其他人的生活就美满了，再加上又是公众人物，粉丝量足够大。 和明星有关的一点点风吹草动，都会吸引粉丝们的十分注意。而罗晋和唐嫣的美满婚姻，自然会让不少人眼红。那么，如何依靠这一对幸福的夫妻赚取利益呢？很简单，制造新闻。越是与伦理道德有关的，粉丝越是爱看。有些狗仔甚至堵到家门口。不仅仅是狗仔，还有与罗晋、唐嫣敌对的那些人。娱乐圈的弯弯绕绕，普通人怕是永远都不会想到。 好了，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